begins. The flag party marches on. Please remain standing.推出多項惠港措施，展望未來，特區政府將喺三大方面全力工作。我哋將市面搞活起嚟，增加人氣，帶動財氣。今日嘅香港機遇同埋挑戰並存，但係機遇遠遠大於挑戰。政府會繼續敢於擔當，善作善成，帶領社會各界共同努力。 喺呢一個經濟轉型期，創新求變，發揮善拼敢贏嘅精神。